别特别厉害。来，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擂主。好，哎，好。走。哎。耶。嗯。你没事吧？所以说，不是所有的擂主都可以成功的。我想问一下，在此时此刻，蔚蓝有没有哪位朋友蔚蓝挑战的？还有没有？如果说没有朋友要上来挑战的话，那我就去。怎么又是你啊？道歉，陈蔚蓝，这不是陈蔚蓝吗？陈蔚蓝是谁啊？道歉，可以，有本事打赢我，敢吗？我来。您说什么？我来挑战。您要挑战我们擂主？那您的搭档是？他。您要跟他搭档？跟你。我？我不用大国沙盘，你找我搭档？就你。哇，哈哈哈哈，现场终于有位女士要挑战我们擂主。来，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女士。加油！陈真呀，不是，我真的没有打过沙盘，我只看过，我真的不会打。扣球看过吧？看过。做个动作。用点力，差不多吧。一会儿啊，我给你传球，你就负责扣就行了。一会儿别客气，就往少年那儿打。啊，他从来没打过，这样不好吧？这是比赛，你来了就是为了赢。嗯，走吧。我们一定能赢。走。这是我和陈蔚蓝第一次站在同一赛场上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和他结下不解之缘。沙滩排球的用球和室内排球不一样啊，表面更柔软，体积也不一样，我不见得能在短时间内适应这种球。坏了，沙地这么软，我根本就跳不起来。在沙地上跟室内不一样，你可能还没适应，尤其是这种扣球很难接。不过加油，加油。赢我一个，算你赢。来，加油，加油。我看到了陈蔚蓝的厉害之处，在不熟悉的场地能够迅速找到技巧，找到自己的优势，然后完成扣球。一个漂亮的斜线，陈蔚蓝得分了。哇，很棒。好好好，
哎，好球啊！耶！我孙女，我孙女，好，我大孙女。因为刚才双方队员有约定，好，谁得到了这一分，谁就比赛获胜。他太厉害了，还想着夸别人呢？啊，你没看到那球奔着你来吗？你有空把自己的体能多练练吧。我也知道那是我的短板。怎么了？刚才砸我那一下，现在扯平了？你就赢了一个球，得意什么呀？输不起啊，我也没让你道歉啊。我输不起，我不像某些人，赢了比赛却输了最重要的东西。老高，你不是说你不会打吗？打得这么好。我真不会打。哎，冠军亚军，咱们赶紧领奖去吧。恭喜你啊，冠军，快去领奖吧。快快快是吧？哎，主要是你们今天配合的特别的好，知道吧？爷爷难得会夸我呀！我孙女是最好的，我当然要夸了。有请我们的冠军站在我们这个冠军的舞台啊！来，接下来呢，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王总和张总，拿上我们的鲜花，带上我们的奖金，授予我们的冠军，掌声欢迎！恭喜恭喜，来，恭喜恭喜，谢谢，祝贺祝贺，谢谢。来，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我们的冠军合影留念。好，大家可以尽情的拍照。接下来这个时间呢，我们这个记者朋友可以尽情的采访。来，上前来，上前来。我今天打的是不是很差呀？我觉得高哥好像有点埋怨我的意思。没有，老高那个人就那样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可是我打得很差确实是事实啊。涂玲玲也说过我的力量不够，不过我今天这样跟陈蔚兰面对面的打，我觉得她真的挺厉害的。她是打室内排球的，她都没有打过沙滩排球，她看到那个场地对她来说是不熟悉的，她都还能打得那么好。我跟她真的是差了十万八千里。也没有十万八千里，顶多三四里。毕竟我觉得天才还是少数的吧。你也别灰心，你现在这么努力，将来也能跟他一样。嗯，我李国朵遇强则强，等我进来大学之后一定会加倍努力的。嗯，你怎么了？我大学学费都还没有着落呢。是不是忘了这个？这怎么行呢？这是你们获得的奖金，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？这怎么不行啊？这是你和老高赢的，你应得的钱。当然不行了，这是你们的钱。我那这样吧，这笔钱呢就当做我们借给你的，这也是经过陈蔚兰同意的，而且你要给我写欠条。嗯，哦，到家了。多长时间没来看爷爷了？院里的花都开了。对呀、啊，哎呀，那我来吧，我来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来吧。爷爷拿得动，行吗？拿得动，我来帮你。爷爷还没老呢，不能让我孙女累着，是吧？那我来开门吧。哎好，哎呀，哎，啊，好，到家喽。来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兰兰，你看你的房间是不是布置的比过去更漂亮了？先放在这儿。哎，多了这么多照片啊！啊，真温馨。
不是吧，爷爷，这些证书跟奖杯你还留着呢？当然得留着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你还记得这个吧？你看，陈蔚兰小朋友，这可是你平生沙排的第一件荣誉，很珍贵的。时间过得是真快啊。哎呀，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那个时候啊你才6岁，这么高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大孙女啊，也知道这次呢你和国青队是擦肩而过，体育大学也没去成，心里一定很难过。不过爷爷很高兴看到你还在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太好了。咱还小呢，只要坚持就有希望。好，我还是在坚持呀，肯定得坚持打排球。当然了。要哪个？这个哈。结账。好。哎，帮我上点钱啊。来几串。吃就吃啊。尝尝吧。好嘞。尝一下这个。要不再点这个。好。行。好的。我回来了。爸，你休息休息，我来。好，一共176。好，付了。好的，慢走啊。爸，今天你跟我妈可以早点关门休息，最近呢都可以缓一缓，不用这么辛苦了。不要了，休息。谢谢啊。你学费哪来？我学费赚到了呀。好，所以你跟我妈呢就不用这么辛苦啦。这么多钱，我打沙盘擂台赛赢的奖金，所以你们最近呢都可以缓一缓，不用这么早起贪黑的。还有这个膏药说是特别好，你试试，晚上贴上特别舒服。还是咱家朵儿孝顺。你呀，跟你妈一样，有点钱就知道乱花。你要真为我好，好好学习，找个好工作。知道了。老板，再来2瓶啤酒。好嘞，来了。你就把钱放好，我去。来了。来，你们的啤酒。谢谢。哎，翔哥，怎么了？兄弟，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你怎么这么着急？我跟老高，我俩看个比赛，把我俩自己给看禁赛了。禁赛？为什么？我俩不是去北京了吗？结果吃饭的时候我俩跟人干起来了。对面有一女的还把我俩拍了下来发网上去了。现在学校都知道这事儿了，要给我们俩处分。不是，你们现在在哪儿呢？学校给什么处分呀？我现在在体育系的办公室门口呢，老高跟教练在里边谈话呢。我听说老高他得禁赛半年。其实这事儿根本就没有多大，就认个错，道个歉就没什么事儿了。我现在已经跟教练认错了，然后道歉信我也写了。我这边是没什么事儿啊，可老高他就是嘴硬。哎，他就是不认错呀，你说教练给他台阶下吧，他下都不下。你好好劝劝老高，让他别跟学校硬扛。道歉不可能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学校给你禁赛半年真是太少了，应该给你来个3年5年的，让你冷静冷静就知道了。不是教练，连您也相信那个视频吗？那明显就是把我吼人那段截出来了，根本事实不是那样的。光我相信你有用吗？有没有用啊？啊！现在是学校看到你这个视频要给你处分，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这个后果有多严重？下半年的7校联赛，你别想参加了。不参加就不参加，我无所谓。什么？无所谓？这7校联赛是直接和全国大学生沙排联赛挂钩的，就你的这个实力是能够打出好成绩的。你要再努力努力，可能就进国青队了，难道这些都无所谓？哼！那凭什么两个人的错让我一个人道歉？这根本就不公平。哎呀，去，你现在还管什么公平不公平啊？
咱们沙排队像样打球的就你和夏立强两个人，现在你禁赛，明年他就毕业了，你说让我怎么弄？教练，您把我那处分撤了呗。我说给你把处分撤了就撤了，学校是我们家开的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态度，你连个道歉都没有，我怎么去跟学校说？总之我不可能道这个歉，因为我没有错。你说那女的也是真够可以的啊，我俩给她道歉了吧，结果呢视频不仅不删，而且还发到网上去。你说就老高那脾气，他怎么可能再服一次软啊？行，你就坚持你那些吧。这不又吵起来了吗？我天，我到时候把那个视频发给你，然后你也劝劝他啊。按说呢，这沙排队的事儿我也不该管了，下学期女排的教练就退休了，我就去那边支教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啊，合着您说了半天是因为您要走啊？臭小子，都是我给你惯的。明白了，那我谢谢您这么长时间一直惯着我。我是真劝不了了。哎，他出来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行行好了，你把视频发给我。老高，老高，你咋跟他说的啊？我骂了他两句。哥哥，你到底怎么打算的呀？找他道歉，我要让陈蔚兰把事实真相说出来。不是，他来这儿了？嗯，就前两天我看见他，真是冤家路窄。那这么大个地儿，你也找不到他呀？这是个问题。其实吧，这就是道个歉的事儿。你看我的禁赛已经取消了，你要不道歉的话，你就还得被禁赛。你被禁赛，我就没有搭档，我要没有搭档，我就打不了比赛。我打不了比赛，我就……走，你啰里吧嗦的，你直说，你想说什么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咱男子汉大丈夫去道个歉呗。不可能。老高，老高，你听我说，老高。就这个视频，学校要他们禁赛半年。就凭这个视频就禁赛半年，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呀？高哥的为人我是知道的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连参加比赛都参加不了。而且我觉得他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。肯定的呀，老高这个人就是看起来冷冰冰的，但他人特别好。我觉得学校因为这个视频就给这么大的处分，实在是太严厉。唉，这下呀要半年之后才能目睹我男神在赛场上的风采了。他那伤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事，养几天就好。啊，那行。王教练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上次那个事儿没办成吧？不是。今儿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下关于老高被禁赛的事儿。你回去吧，我这还有事忙呢。啊，王教练，你看老高的技术那么好，真要是被禁赛了，他这半年可就白费了。哎，首先他被禁赛不是我给他禁的啊，是学校决定要给他禁赛的。那再说了，学校之前给过他机会让他道歉，但是他不肯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是吧，这个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，你回去吧。那要是现在老高能跟校领导道歉来得及吗？现在又想道歉了？那早干什么去了啊？现在口头道歉已经没用了。那书面道歉可以吗？如果行的话，我现在就让老高给你写检查信，然后您帮忙这边跟校领导求情。那谢谢你王教练，我去找老高写了，我先去了。不是，哎，欢迎来自四方的莘莘学子，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新港大学的一员，
你们有责任和义务像热爱家一样热爱自己的校园，像热爱自己一样热爱你们的学院，严格遵守校园校规。你们即将在这里生根发芽，这里将是你们成长的摇篮，成功的渡船。入校后请先到各自专业报名处填写报名表，由各专业负责人分配住宿，发放生活用品。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二的学生了，再也不能像大一的时候那么胡来了。教授，我没有胡来，那我学习成绩不也挺好的吗？不多不少，全系第三。你要是认真学的话，系里第一都没问题。唉，不是教授，那我不是想着说把前两名给人家空出来，人家不就能拿奖学金了吗？哎呀，你呀，高风亮节，哎，不在意这身外之物。别这么说，教授，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好了好了，别贫了。啊，把这个表填了。学医呢，光搞理论也不行，临床实践同样重要。我给你争取了一个机会，这学期的每个周末，你都跟着医生去实习。教授，我觉得这么难得的机会，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吧，给我是真的浪费了。这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教授。您刚才不也说我高风亮节了吗？那我总得继续下去。你先忙着，我先去忙着迎新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少年，你给我回来！这，哎，这么聪明的孩子，怎么就不求上进呢？同学们，面对新校园、新生活、新起点，相信你们一定会珍惜美好的青春时光，砥砺奋发，为明天的辉煌播下收获的种子，必将满地的答卷。我是个大学生，勤劳，加油，李国栋，请谱写人生优美的乐章。最后。祝大家学业有成，生活愉快。我帮你，我真是住校了。来，那是那是老在哪边啊？就在那边吧。哎，学姐，食堂在哪边啊？哎，你就留着。多多，我来了。哎，去哪儿了？我还以为你不接我了呢。我怎么可能不来？哎，你是体育系什么专业来着？运动康复。运动康复，我带你去报道。好，走走。好了，你就送我到这儿吧。你已经帮我很多了，宿舍你又上不去，我这可以扛动的。没事，我帮你把箱子抬到楼梯上边，你上去收拾好了再下来，我带你去吃饭。去吃什么好吃的？学校附近好吃的可多了呢。可以啊，走。不是你啊！我们两个一个宿舍呀、啊！我认识你吗？认识啊，你忘了？我是那个金韵大酒店的李国朵，你忘了？那个擂台赛啊！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，我能跟你一个宿舍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的早，我就先选的这边。没事没事，对不起、啊，没事，你先选吧。我先收拾东西。商量，嗯，来帮我一起看看。什么呀？这是排球队的名单。今年排球队的吗？哎，你俩干嘛呢？哎，咱沙排队不是要招新吗？我把排球队名单弄来了，挖几个人过来。哦，你可别闹了，老夏，他们不往咱这儿挖人就不错了。运动康复201班陈威。陈蔚兰？我看看。哎，他是不是那天咱们打架给咱们录视频那个？就是他。你们那天打架是跟这个陈蔚兰啊？对啊，我们正找他呢。嗯，
陈蔚兰跟朵朵是在一个班，这不也一个宿舍吗？要不我们去找他吧，让他把原视频发给咱们，发出去咱们不就可以澄清了吗？对吧？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哎，老高，你别冲动啊！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冠军，这就是那个冠军奖杯啊！嗯，这奖杯也太好看了吧！你就这么放在床上呀？我帮你摆起来吧。放到桌子上多好呀！不用，不，你别碰它，你别碰。可是不用，就放到那个地方，我就放到那个位置挺好的，真的，我自己来，别碰我东西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你别碰了，你别不是故意，你别划着手，别弄了。哎，同学，是新生吗？我跟在这边的。啊，好，进去吧。别碰啊！喂，陈蔚兰。你给我下来！你谁啊？陈蔚兰，真是你啊！找你真不容易。找我干嘛？别跟我分话，现在跟我去澄清事实。哎，放手！澄清什么呀？你上次不是说不发那个视频吗？啊？你怎么还往网上发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确实是视频忘了删，但是我没有给你往网上发过。嗯，没发是吧？来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发的。除了你还能有谁？别废话了，跟我去澄清事实。我放手，我没干的事，我为什么要去？陈蔚兰，离我远一点。哎，陈蔚兰，你回来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这女生宿舍你不知道吗？抱歉，阿姨。行啊，陈蔚兰，你给我等着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你哪级的啊？你班主任叫什么名字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北京八中来的陈蔚兰同学，主攻手，大家欢迎。蔚兰，这是我们的队长宋雪薇，跟你一样，也是打主攻位置。欢迎你。我们早就听说过会有一个天才排球少女来到队里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。蔚兰，入列吧。什么呀，这么高、啊、大家到齐了吧？人家是天才吗？教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文心。文心，你不知道集合的时间吗？教练，我今天骑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来晚了，对不起。好，入列吧，文心，下不为例。嗯，既然有同学来晚了，那我就再重复一遍啊。我是这个学期来咱们排球队执教的教练王东。上一个教练制定的训练计划我看了一下，这个学期我们还将按照这个计划继续训练，好吧？报告。文心，你说。我觉得我们之前的训练有点过于宽松了，好多基础动作队员们都没有达标，所以我认为今后应该加强训练。好，文心，你的提议特别好，态度很积极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听到了。还有，就是我觉得今后可以定期做一些测试，以便了解队员们的训练情况。好，测试的事情让我回去想想。嗯，好吧，那就这样，下面准备训练，各自热身。好，开始吧。谢谢教练。干嘛？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测试？我是新来的陈蔚兰。嗯，文心。不是朵朵，你说你这个奖杯都碎成这样了，你想着一下午把它拼完，我觉得够呛。你也太小瞧我了，我这么细心，这对我来说是分分钟的事。细心？那这个谁打碎的呀？起来。哎，你别用手，你用这个镊子，你别划着手。嗯。我特别想知道这是谁的奖杯啊？你这么伤心？那上面写着字儿呢，你也不好好看看。奖杯上，
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冠军，这是你的奖杯啊？怎么可能，我哪有这么厉害，这陈蔚兰的奖杯。你敢把陈蔚兰的奖杯给打碎了？哎呀，我就看他这个奖杯也不好好放着，我就想给他放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结果不小心就被弄碎了。哎呀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我就觉得这个奖杯对他来说肯定很重要，而且这还是他一份很大的荣誉，我想完好无损的再还给他。哎，就陈蔚兰那个脾气，你俩在宿舍里他会不会欺负你啊？不许你这么说他，这不是最重要的，你赶紧帮我弄奖杯吧。快来帮我。好吧，你别让你别让我来，这是最大的。这个。这。哎，对。这个是这个，然后应该是。然后这个吧，这个。这两边的那个。队长，听说高哥是因为他才进赛的。你可别瞎说，人家陈蔚兰是北京来的，怎么会跟高哥扯上关系呢？是真的，今天早上有人看见高哥去女生宿舍找他来着。这哇，你来看看。虽然跟之前的有这么一点点的不一样，但是真的已经很完美了。没有，它主要是你这样看这儿，之前摔的都没有办法接上，所以我用胶水给它填了填。厉害呀，少年。谢谢你啊。嗯。我这就去把这个还给他，希望可以得到他的原谅。蔚兰。蔚兰在吗？哎，打水去啊！啊，你也打水啊？嗯，还多人多吗？还行。陈蔚兰，当当当当！哎呦，我跟你说了，碎了就碎了吧，你还给它拼起来干嘛呀？这叫我来说无所谓的。这怎么能无所谓呢？这可是全国中学生联赛的冠军呀。所以呢，就代表你是全国第一呀，你就是最最最最厉害的那个。全国第一又怎么样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来新港？我当然知道啊，别人都说你是因为没地儿去了才来新港，因为以你的水准啊，可以上体育大学。但我可不这么觉得，我觉得你一定是跟我一样，知道新港过去的辉煌，来了之后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新港，让他回到过去的辉煌。谢谢你啊，我可真没你说的那么高尚。你有，比这可高尚多了。
哎，苏格阿姨，好久不见了，这么晚还在忙，太辛苦了。注意身体啊！啊，早点睡啊！嗯，我接水呢。哎，阿姨，拜拜拜拜。嗯，苏格阿姨，雪薇啊，一个暑假不见，你怎么又变年轻了？哟，这小嘴真甜。大一新生来了，又得您操心了。哎，可不是嘛！你说上回那事儿多吓人呢。啊，你说这个，我突然想起来。我刚刚好像看见有一个新生有违规电器，啊、但我不确定、啊、在哪儿，真的假的？你快带我去看。嗯，走走走，哦、行，快，还给你。不好意思啊，之前。谢谢。慢点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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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下午好不容易粘好的，千万别动。帮我打个亮吧，这停电了吗？这是。那好，帮我放这儿吧。好，慢点慢点。放这儿。快来。李国朵，陈蔚蓝，哪个是你的柜子？陈蔚蓝。这个。这是什么？用的。干什么用的？治疗用的呀。学校有规定，知不知道？违规电器一律不准用，明天得着学校通报你吧。不是，阿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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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我要用的东西。阿姨，怎么回事？你看，就是你被人家骗了。辛苦王教练了，哎，蔚蓝啊，以后好好跟着王教练，我们学校的排球队就靠你们了。哎，放心，周书记。嗯，谢谢周书记。嗯，那教练，我走了。啊，你汇报蔚蓝。嗯。啊，王教练。哎，雪薇。刚才那是陈蔚蓝吗？他怎么了？啊，宿舍管理员说他违规使用电器，告到周书记这儿来了。啊，那是挺严重的。咱们学校之前不是还差点因为这个引起火灾吗？那现在怎么处理的？没事了，澄清了已经。啊，那就好。你有事儿？啊，没事儿。那个，今天咱们要训练吗？训练啊。那个文心不是提议让咱们多训练吗？对，那我把陈蔚蓝叫上一起。啊，不用，他刚来，你让他休息一天，明天再说啊。嗯，好吧。你去吧。哎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就因为他是北京来的就有特权？我给你把东西从宿管阿姨那儿拿回来了啊，不用谢。你怎么拿回来的？凭借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个人魅力呗。哎呀，其实呢，我就跟阿姨说，这个不是什么违规电器，这是运动员专用的理疗仪，就当做是教学设备。阿姨看我这么可爱，就给我咯。哦，对了，阿姨说这个功率挺大的，所以你用的时候要小心点啊，不然的话会有危险。谢谢啊，以后我的事你少管。哎，哎，好心帮你，怎么还成我多管闲事儿了？嗯，马上社团招新了，你不跟我去啊？我不去。我去找王教练。终于开窍了是不是？去道歉。道歉？不可能。我是要告诉王教练，陈蔚蓝知道事情真相，他必须给我澄清。哎。不是，这孩子咋那么犟啊？嗯。教练。我现在上排球队去了，沙排队的事我已经管不了了。我就是为了排球队的事来的。当初跟我打架那个人就是排球队的陈蔚蓝。我如果受处分了，那他呢？他什么处分不用受啊？你有证据吗？他自己就是证据，您可以问他。哎，蔚蓝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过来。
我问你，高哥打架那个视频你看过吗？教练，我来就是跟您说这事儿的。他因为那个视频一直在骚扰我，已经影响到了我的生活还有我的学习。陈蔚兰就会捏造事实是吧？不发视频给他小报告了对吧？我怎么打小报告了？你还跟我们宿管阿姨去打我小报告呢？我谁打小报告？什么宿管阿姨？行行行行行行行，你俩别吵。高哥，我知道你嘴上不说，但是你心里边对竞赛这个事儿还是很在意的，是吧？毕竟下学期就是七校联赛。但是你听我一句劝，不管是谁先动的手，还是谁先挑的事儿，有一件事你不能否认，就是你确实打架了，对不对？学校给你的处分是没有错的，就是这个处分轻重的问题。就算你现在把事实全部都理清楚了，你依然会被禁赛一段时间的。你是个男子汉，做过的事情就要承担责任。道歉是对你自己负责。教练，教练，他要被禁赛多久啊？半年。教练是这样的啊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呢，其实我和他私底下解决就行了。如果放在学校的层面上来，这处分有点重，因为他已经给我道过歉了。哎，陈蔚兰，陈蔚兰，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，我想着你要是被禁个一两天也就算了，近半年帮帮你呗。学校现在是没有证据，要是有证据，王教练也能帮你。他我也没抱多大希望。哎，我问你啊，那视频真不是你传的？大哥，你要我说多少遍不是我？哎，听不懂人话。当时在那个店里面，拍摄角度只有他一个人，但他又说视频不是他传的，这事我是真理不清了。我不信他。兄弟，现在不是你信不信他的事儿了，咱俩就去学校面前，咱俩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翻篇了。我们道不了歉，就算要道歉，要先抓到那个害了我们的人之后再说。你不是说带我去招新吗？那边我看可热闹了，你带我来这么偏僻的地方干嘛？你不是非杀排队莫属吗？嗯，你看这儿。走吧。哎，老高。高哥学长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个杀排队是在这里报名吗？找他。哎，老高。算了，走吧，他平时就这样，走了。强哥。嗨，兄弟，来了。哎，我带他来报个名。哎，你们认识啊？对啊，强哥就是我好兄弟夏立强，可是新港大学沙排队的队长哦。哦，强哥，哦，夏队长，你好，我是李国朵，我想来报名参加沙排队。你打沙排？哥劝你一句啊，你可能连那个网都够不着。那你也太小瞧我了吧，我打沙排打了好多年了，我打得挺好的。哎，怎么你也对沙排感兴趣了？哎呀，我报名他又不会打。不是，不会打就不能报名沙排队了？那我这没事可以当个助理呀，啊，还有什么队医什么的吗？我之前劝你这么久你都不来，这一大一学妹就给你劝来了。不是瞎说什么呢，我还不是看这沙排队连个人都没有，觉得你怪可怜的，过来给你帮个忙。哎，那个李国朵是吧？对。啊，情况是这样啊，我们新港大学目前只有男子沙排队，还没有专门的女子沙排队。啊，没有女子沙排队？嗯。夏队长，俗话说得好，女人能顶半边天，你这新港大学如果没有女子沙排队，就相当于一个人少了一只手啊。
对呀、啊、强哥，你这一个人要少了一只手还真不行。可这事儿我也管不了，我马上要毕业了。你快要毕业了？那刚好呀，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，你肯定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吧。嗯。你肯定想让学校记住你，同学感恩你吧。嗯。那你建立这个女子沙排队就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。对，可是。没有可是。你回头建了一个女子沙排队，打了比赛还有奖金，获得了奖金呢，学校就会重视我们。嗯，回头拨更多的款给咱们沙排队，这个活动室到时候可以扩建好几倍呢。你这可谓一人栽树后人乘凉啊。是啊，夏队长，你这么想，如果你组建了沙排队之后，想想看以后的学弟学妹得多感激你啊，你这永垂青史啊。嗯、那行吧，可是现在一个队员都没有啊。没关系啊，这不有我吗？我回头没准还可以当一个女子沙排队队长什么的。嗯嗯，那李队长，你的队员呢？简单呀、啊、今天不是招新吗，我们好好挑挑，一定会有几个好苗子的。我觉得也是。大家好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新港大学校友活动招新会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，请根据自己的爱好及特长到相应的社团点报名。大学生活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，同时也是我们大学学生积攒能力、积蓄能量的岁月。大家可以通过与学长学姐或与老师朋友沟通，又或者是通过各校园社团的招新资料来了解相应的沙排社招新了。同学，直接你过来看一看吧，感兴趣吗？我们沙排社特别好玩的，你不再看看吗？沙排社招新了，沙排社招新了，要不要看一下我们队的？你看那照片真的特别好玩，这个我想要报名，真的，快，那快报名吧。来，姓名说一下。李小霞，李小霞，参加沙排社的呀，过来看看呀。你专业的，我是生意专业的，我想要看一看的。同学，你看一看吧。沙排社招新了，怎么回事？就我一个人在这喊，起来喊呀！我这沙排队队长喊不好啊。就是因为队长更得以身作则了，快起来！好的好的，快拿着传单，你不喊，快来快来！沙排社招新了，同学，沙排社招新了，快来看一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同学，要不要加入我们美术社呀？哎，他是我们的人啊，别往我们墙角。哎，那你要不要加入我们沙排队啊？不用了，不用。哎，同学，同学，看一下嘛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加入别的社团了。我们沙排社招新了，有没有？打沙排是不是要穿比基尼啊？啊，差不多吧，运动比基尼。Yes， 终于能够好好秀一秀我的好身材。哎，那打球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啊？在室外，沙滩排球嘛，在沙滩上。哦，那晒那么长时间都晒黑了。对啊，那电视上那些比赛女生一个个晒得跟黑炭一样。那算了吧。还好啊。哎，那不是高哥吗？快帮我拍张照片。真的真的，他也在沙排社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他在他在。你再来一张再来一张。哎。拍好了吗？拍好了吗？嗯，快给我看一下。你好，我要加入沙排社。太好了，可以啊。那快登记一下吧。嗯，可是我之前没有打过沙排。啊？那你来参加干嘛？加入沙排社就可以天天见到他了。嗯、哎，我看一下。那个，大家注意一下啊，先别拍了，跟我走，能见到真人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见真人啊？那当然了。太好了。集合。首先呢，感谢大家的参与啊，今天的选拔到此结束了，你们可以回去休息了。如果有什么安排，我再通知你们。谢谢学长，谢谢学姐，拜拜。哎，杨继璇。好。你留一下。沙排不是。以前高中的时候打过沙排吧？没有，我只看高哥学长打过。但是我刚看你扣球力度还挺大的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我是不是入选了呀？从今天起，你就正式加入我们沙排队了。真的呀？
那我就可以跟高高学长打球了，对不对？快回去休息吧。行，谢谢学长，拜拜。明天别忘了来训练啊。好嘞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，小女儿打得不错啊。中午一起吃饭吧。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了，小惊着。哎呦，妻管严吧。拜拜，拜拜拜拜。今天招新怎么样？还行吧，这么多女孩中就选出来一个。一个，那也算是个好的开始吧。嗯，也是。咱们去吃饭吧。走，走吧。小静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？教务叫我过去，说我学分没修够，那选修课已经结束了，我怎么办啊？这么坑啊？差多少分？就四分，其实选一门就够了。那要不这样吧，你来我们沙排队呗。你不务正业，能不能别伤伤我？你忘了咱们学校参加社团活动那是加学分的，我给你安排一个沙排队队长，那你学分不就够了吗？真的假的？打沙排这么好呢？嗯，哎，那我叫上我宿舍西西吧，他学分也没修够。啊，就那细皮嫩肉娇滴滴那个，他能行吗？人家打得很好的，行吗？你忘了，他前男友也是打沙排的。不是前男友？嗯，他什么时候分手的？你很关心嘛，人什么时候分手的？不关心，不关心，不关心。那这样，明天呢，咱们俩沙排社集合。好嘞。朵朵，嗯，高哥学长平时会来参加训练吗？你就放心吧，只要你好好训练，我觉得一定会引起高哥的注意。嗯，那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去你宿舍找你，教教我沙排的基础知识啊？可以，你可以直接来找我，但是今天晚上可能不行，我要回家给家里帮忙。真羡慕你可以回家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宿舍闹鬼。闹鬼？嗯，就在东侧的那个洗手间，总是能听到咚咚的声音，可瘆人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会是幻听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很吓人。啊，天哪。你动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嗯。哎，你这不上课怎么跑回来了？帮你们干活啊。哎，正好你把这招聘启事给我贴门口去。招聘启事？不是我们都把人辞了怎么还招聘啊？你上学去了就剩我们俩，想累死我了。别听你爸瞎说。前两天啊，那个派出所来找过我们了，说那个骗子找着了，但是只能还我们一小部分钱。我跟你爸合计，不行我们就找个小时工，正好二楼这不还空着呢吗？我们包吃包住还能省点钱。也行，那我就在学校里发发信息什么的，我估计大学生想兼职的还挺多的。好啊，那我贴这个去了。我不让你把围裙给系上了，来来来。哎，把腿放下。嗯，怎么看我这照片拍的清不清楚？哎，这不朵朵家烧烤店吗？招兼职生啊。怎么样，你一会儿把这个发给我。哎呀，你不得报答报答我呀。报答你？我报答你。哎，行，别闹，跟你聊点正事儿。嗯，想不想去啊？我当然想去，我跟你讲，这兼职绝对是我的。你当过服务生吗？没有。没有你哪来的底气啊？不是，朵罗家不是烧烤店吗？我觉得烧烤店的服务生应该不难干吧。哎呦，也不难干吧，刚才的底气又没了。这不强哥最近的求职生涯不是也遭遇了滑铁卢吗？我这也有点紧张。没事儿，烧烤店嘛，毕竟不是五星级酒店，但是你要注意千万别给人上错菜了。上错菜怎么可能？别小看上菜，你要记住每一桌点的是什么，有的时候点的特别多，你要上错了那人骂你，你还得赔人钱。老高，你是忘了我的专业吗？我连药名都记不错，上个菜怎么可能上错。哎呀，行，上不错，爱情的力量。帮我带份饭啊。哎，少年，你跑我这来捣什么乱？
回去上学去。不是李叔，我没有来捣乱啊。你叔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们俩这两天啊正为这事发愁呢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你问问你同学有没有愿意搞兼职的过来来我们这儿帮忙啊。阿姨，我真的是来应聘的。你说你一个学医的，你不拿手术刀跑我这儿来拿菜刀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李叔，正是因为我拿过手术刀，我才知道横切牛羊竖切猪，手起刀落筋膜除。可以啊，这嘴皮子，回头给阿姨张罗张罗生意啊。你放心吧阿姨，我还会唱歌呢，135店门口唱歌还能拉客呢。唱歌就算了，你先切切肉穿穿串我看看。行嘞，来把围裙系上，别把你的小漂亮衣服给弄脏了。谢谢阿姨。戴个手套。好嘞。嗯。这个肉对吧？嗯，切那个。少年，嗯，你不怕烟熏火燎的吧？我就喜欢这烟火气息。哦，小心点，哎，肩那块儿。我这儿一星期工作四天，嗯，工资按小时计算，晚上比较忙，5点到12点，嗯，你不养生吧？我不养生，而且科学证明，叫快乐熬夜有助于身体健康。哦，那李叔，你觉得我行吗？行吧，那你就先在我这儿干，如果你干得好的话给你加工资。嗯，谢谢叔叔，谢谢阿姨。但我有个小请求，就因为咱们店不是会工作到晚上12点吗？这周末完全没有问题，但是周一到周五这个点我们宿舍关门了就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那这二楼空着呢，回头阿姨给你收拾个房间出来啊。真的呀？嗯。哎，你先忙啊。行，你先忙。啊，急什么？不是，人家孩子提的要求合理呀。合理什么？朵朵住三楼，咱们住一楼，让他住二楼。哦，你是担心咱家朵朵吧？不过我看这孩子吧，倒有一表人才。我听说啊，这学医的以后挣的可多了。这说什么呢你？我觉得你就没事瞎想，人家孩子说不定就想锻炼锻炼呢。咱不是也在这住着呢吗？我看着他啊。少年，哎，走，阿姨带你熟悉熟悉去。好嘞。哎，把手套摘。好，走。大家放松一下啊，我简单说两句。今天的训练呢，我看了，各位的表现都非常好，态度很积极，动作也相对规范，希望各位继续保持。但是今天我要着重表扬一位同学，就是陈蔚兰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过他训练的状态，他在打球的时候呢，心无旁骛，势如破竹，打排球就是要有这种狠劲儿，很拼劲儿。陈蔚兰同学呢，起点相对较高，但是他在训练当中啊，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，这一点你们所有人都要向他学习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教练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排球馆的钥匙交给陈蔚兰同学来保管。啊，什么情况？因为只有这样呢，我是队长才能拿。除了在晚上睡觉的时间，其他的时候，为了球队都可以很灵活地安排自己的训练。那其他同学呢，想要在非训练的时间加练的，也可以找他去拿钥匙，好吧？嗯，好，知道了。学妹啊，啊，你身为队长表现也很优秀，嗯，但是在这次的考核当中呢，你比陈蔚兰的分数稍稍低了那么一点点啊。还有文心啊，你跟雪薇的成绩是差不多的，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再接再厉，继续努力追赶上，好吧？好的，教练。知道了，教练。嗯，好，我今天要说的就这些，大家可以休息了，解散。
未来，恭喜你拿到了钥匙，以后没事可以多带我们练一练。还有文心，再找时间。未来，你来一下。嗯。什么意思啊？未来啊，我看你经常一个人训练，为什么不跟其他队员一起呢？是不是刚来还不熟？还是你有什么想法？你跟我说说。我就是平时一个人训练惯了，不太习惯跟别人一起。哼，我看过你在八中的训练视频，你打球挺有天赋的，而且训练也刻苦。但是有一点，未来，你性格太独立了。排球是个团队运动，如果你能够跟其他队员一起互相帮助，在一起训练，共同提高的话，我觉得你是前途无量的，甚至你可以打进国青队的。我尽量吧。嗯，想想我说的话，蔚蓝啊。谢谢王教练。回去吧。谢谢。妈，爸，我回来了。啊。嗯。我晚上学校有些事儿，我就不回来帮忙了啊。哦。哎，给我。哎，你别上手了，你甭管了啊。我们都已经招着人了。招着人了？人在哪儿呢？我看看。阿姨，我给你端回来了。哎，朵朵，你回来了。怎么是你啊？李叔，你帮我把那刷子拿给我吧。嗯。我是来兼职的呀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哎，谢谢叔。不是，你学校不是很多课吗？你这忙得过来吗？哎，这都不是事儿。什么不是事儿？我跟你说，你到时候挂科了，你别怪我。李国董，如果咱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人必然要挂科，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我。阿姨，您看他这个没开口的，我就沿着这个边刷，可以吧？行，挺好的。哎，好嘞。爸，他那样子是干活的吗？他干不了这活啊。活干得好着呢，还能帮我按按腿，比你强多了。爸，叔，今儿按的腿还行吧？舒服。那一会儿再给你揉揉肩吧。不用不用，我就按腿就行了。妈啊，合着你说少年就是你找来那人啊？啊。我跟你爸都觉得比小张强多了，关键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是吧少年？哎叔，他这个里边开口了，刷不到里边。再涮涮。用水是吧？嗯，好。教练，他还要被禁赛多久啊？半年。不是朵朵，不是因为我来你家打工，你生气了呀？怎么可能生气啊？我就是觉得有点不适应。这有什么不适应的呀？我不是还欠你钱吗？本身就欠你钱了，然后你学校又这么忙，你还跑过来打工，我就是觉得心里挺过意不去的。唉，我来你家店里打工，不但能锻炼我自己，还有人给我发工资，你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呀？对呀，你又不是不挣钱，你也挣钱，然后你又吃我们家住我们家，那我怎么觉得我好像越欠越多了呢？哎，不是，我听你这话这意思，怎么怎么着你就不发工资了？我跟你讲，这一码归一码。怎么可能不发你工资啊？不仅发你工资，说真的，哎，
那笔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。那个钱我真的不着急要，再说我现在跟你爸妈可是一伙的，我还怕你不还我钱。哼，少年，哎，把那个生蚝拿过来刷一下。哎，好嘞，来了，我拿个刷子。怎么样，你妈是不是都不叫你？来了。想扔什么就直接往里面扔吧，不用客气。我反正以后我也不用陈美兰，哎，不是，你怎么在这儿打沙排啊？你不会是要加入我们沙排队吧？没有啊，我来你这儿练会儿球，行吗？借你场地用用。哦，可以啊，你随便练，你随便练。你是晚上都不睡觉的吗？这么刻苦的训练啊？我每天晚上都练啊，每天晚上都在宿舍楼下练。被人投诉说我吵，你就换个地儿呗。宿舍楼下，我们宿舍闹鬼。闹鬼？就在东侧那个洗手间，总是能听到咚咚的声音，可瘆人了。哦，所以那个咚咚咚的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？杨景轩跟我说宿舍闹鬼，搞半天你就是那个鬼。啊，不是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是你在那儿练的呀？不是，你说那声是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天天都在练。嗯。不是，你干嘛呀？我就觉得你那个动作特别好，我可以学习一下。打扰了，你继续练，你继续练。我觉得陈蔚兰是天才少女是有原因的，大晚上的还在这训练呢。哎，老公，朵朵给我发微信说陈蔚兰现在每天都在练球。真的假的？不是，我骗你干嘛？你看人家陈蔚兰跟他说练球每天要练12个小时，这天才少女到底是不一样的。哎，我记得教练不是把体育馆钥匙给他了吗？他怎么不去体育馆练啊？我上哪知道呀。哎呦，你去跑步了啊？昨天训练量这么大，你还去跑步？早上真是天赋异禀。哪有天赋异禀啊？就看自己努不努力了。我也在这复习呢，好吗？你看这个，来来。什么呀？我爸说呀，我们比赛呢还是训练呢，都最好录一个视频，这样更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。哦。哎，我那天用左手扣球了吗？我平时都用右手扣球啊。
我是用前置拍的，前置不是镜像吗？反的。嗯。我觉得我这个腿部的力量是支撑我起跳的，但是我手臂的力量还不太够啊。你加油啊，加油。哦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出去会儿。他会是谁啊？哎，这也太明显了。哟，都在呢。哎，学长。哎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女朋友严小晴，然后这位是她的闺蜜莫西西。Hello。从今天开始呢，他们就正式加入咱们的沙排队了。哦，欢迎。行啊，老夏，为了沙排队下血本了吧？哎，这个高哥嘛，沙排男神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开我玩笑了，快坐吧，快坐吧，先坐，坐。西西，坐这儿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李国朵。这是杨景璇，他们是咱们的新队员。师姐好，我是大一的新生李国朵，我是运动康复专业的，我从小就喜欢打沙排。嗯，师姐们好，我是大一中文系的新生，之前没有打过沙排，刚加入。挺好，坐吧坐。那边那位就不用介绍了吧？哎，聊过聊过。没错，吉祥物。吉祥物。行了，现在介绍完了，咱们就打一场比赛呗。好啊。队长，那我跟谁搭档啊？你就计分吧。我计分？不是，队长，我也想打沙排，我能不能也上场打两下啊？这个小姑娘今天就先见习吧。你就在旁边看着学学习吧。哎，高哥，你们两个男孩属于力量型，占优势的呀。我看这个小裴还挺想打的，要不我们跟他打？我无所谓啊，老夏定吧。行。太好了，不过说了的话有惩罚的。什么惩罚呀？嗯，我正好在写论文，需要一点资料，如果你们输了的话，我开一张书单给你，你帮我从图书馆拿来呗。小 case 没问题。那两位师姐，那如果你们俩要是输了的话。哟，小朋友口气很狂哦。是啊，好吧，如果我们输了的话，我就把女排队长的位置让给你，怎么样？哎呦，那我就先谢谢二位师姐了。行了，那大家准备一下吧。走。哎，没问题，来吧。嗯，走。走。喂，兰兰，我现在在店门口呢。怎么样？监控我看了，他们说那天监控坏了。那没事啊，我现在这儿有两个视频。我正好在爷爷家，我给你传过去啊。好嘞，等你啊。喂，这个视频跟网上那些差别不大呀，就是感觉稍微完整一些。嗯，你看网上那视频，它的表是戴左手还是右手啊？不对呀，我的表应该一直在右手呀。嗯。今天打得爽吧？哎，够不够意思嘛？我可是没拆台啊，说好了三件衣服。哎，你这也太狠了吧！我还得给小青洗衣服呢。你那不是应该的吗？我怎么就应该？高哥，给你看个东西。这是那天晚上
我拿我手机拍的，你再看看网上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咋了？拿着对比一下。确实不一样啊，这是反的。所以我跟你说，这事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传的。嗯，是是是，确实不是你传的，那能是谁啊？我也想知道是谁，反正这事跟我没关系吧。哎，这事儿虽然是我的事儿，但是也影响到你了，怎么能跟你没关系呢？所以我这不是也在找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但是请你以后别再烦我了，好吗？哎呀，这都什么书啊？写个论文这么多书，还是让景轩来帮我，这毕竟……哎，陈佩兰，这么巧？嗯，我来还书。你这是什么？修双学位啊？你别开我玩笑啊，我这是办小晶姐姐的书。小晶的书怎么你来办啊？我们内部比赛我输了，愿赌服输呗。哼，输了哈，正常。哎，陈美兰，我不要面子的呀，我不就想着刚好可以锻炼一下嘛，我就同意了。嗯，搬书锻炼脑子？搬书锻炼臂力呀、啊、你看这样不就更好得到很好的锻炼？你昨天不是跟我说我力量不够吗？那我这不听你的锻炼一下吗？我跟你说啊，锻炼得有规划，你这么点书重量是不够的，我再给你加点力怎么样？ So easy。 哎，陈老师，你是一个老运动员了，你经验那么丰富，能不能有空来指导我一下？我们沙排队呢刚好缺一个教练。沙排我又没打过，我天天这室内打比赛还忙不过来呢，我还打沙排？来，你加油训练啊。什么？好好练好好练好好练。哎，什么？你帮我都收好了啊。哎呀，我在这累够呛，你在那儿潇洒自在，怎么就这么的不公平啊？累死我了。我在看你之前传给我的视频，先前输球都是因为我，我想恶补一下关于沙排的知识。哎呀，我觉得理论知识好说，基础动作也好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缺少一个专业的教练来指导我们，这样我们至少不会走弯路。教练？我听说现在排球队的教练王东之前是沙排队的教练，不如我们去请教一下他吧。好主意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陈蔚兰肯定没那么简单，别看他平时不怎么说话，他心眼比谁都重。我也觉得他这刚来不到一个月，王教练校长就那么喜欢他。还有你们最喜欢的那个男神高哥都整天围着他转。啊，高哥他们认识吗？对啊，再这么下去我们后几年恐怕连上场的机会都很难有了。那我们白练了。就是啊。队长，那咱怎么办啊？这样，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会故意让他扣一个球，然后我摔倒。抛球是基础。发球发稳了啊，用点力。我的。再用点力。哎，休息，学妹，你没事吧？学妹，你不是啊？没事，教练。刚才陈蔚兰那个扣球劲儿太大了，我一躲，脚给崴了。你试一下能不能站起来？好，慢点，慢点。小心！别动了，别动了。
陈蔚兰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吧？上次你跟我一组就这样，这队内训练你至于下手这么重吗？不是你们自己注意力不集中，你还怪我？你自己伤人，你还有理了是吧？得道歉啊！道歉吧。行了，别说了。陈蔚兰，排球是个团队运动，你刚来队里边不久，最应该做好的就是跟队员们之间的关系。小心、啊！宋雪薇受伤了，你应该跟她道歉。如果刚才这个球真的是我的失误，那我一定给她道歉。小亮，没关系，陈蔚兰她也许不是故意的吧？教练，蔚兰刚才是正常扣球，的确是她没有注意。文心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大家都看着呢。我没有胡说。文心，我问你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注意力不集中了？你为什么要帮她说话？我说的是真话。行了，陈蔚兰，她已经受伤了，你应该跟她道歉。快点道歉！道歉！快点！道歉！陈蔚兰，你这种态度，下一场我没法安排你上场的。就他们这种训练态度，你下一场想让我上场，我还不稀罕。说什么呢？陈蔚兰，陈蔚兰，什么态度这是？真是，是。苏雪薇，别让休息，慢点啊！慢点，没事吧？慢点走。慢点。慢慢走。蔚兰，蔚兰，哎，你怎么不训练了？这种排球队根本就不是训练的地儿。怎么了？雪薇啊，你回去休息一下吧，今天不用训练了。如果你这边伤还是不好的话，我让张希带你去校医院看一下。好。放心吧，教练。嗯。今天就这样吧，解散。谢谢教练。队长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学姐。啊，队长，你这球打的可真准啊！你干嘛？还不是托你的福呀，让我们大家早中晚。连暑假都要来加练，我让大家努力训练，我有什么错吗？你刚才不是挺英雄的吗？想出头不是？怎么，现在有点怕了？我刚才说的都是事实。你们觉得他刚才说的是事实吗？不是，不是。你就从来没有把我这个队长放眼里过。你老是说你是队长，你为这个队伍负过责任吗？你发球不稳定，我让教练加训也是为了你，为了球队，为了提高我们整体水平。你说谁不负责任啊？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你说我不训练是吧？好，走，我现在就训练给你看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，放手。上次还不长记性是吧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干什么我、哎？你太过分了！让你跟老师打小报告。过分。疼不疼？放开我！你说小璇，你去找教练，我去看看。啊，你呢？你是谁啊？你放心吧，只有我呢，你快去吧。你小心点啊！哟，不知道疼是吧？哎，住手！啊，干什么呢？放开！干什么呢？你们？你少管闲事。哦，你就是那个陈蔚兰的室友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这是在训练呢。对啊，训练，训练。你骗谁呢？你太过分了吧，这明摆着欺负人。我是这个排球队的队长，我们现在就是在以多欺少，怎么了？亏你还好意思，你是队长。我一直以为排球队在新港是数一数二的，没想到你不把时间放在训练和比赛上，在这儿使上劲了是吧？小朋友，我再警告你遍，这没你的事儿。你们根本不配打排球。我们走。看来你对排球也很感兴趣啊。那这样吧，你们俩一块跟我们练一练怎么样？朵朵，你先走吧，别管我了。我不会走的，我看他们能怎么样。歌诗，蔚兰，陈蔚兰，
快去救朵朵，她危险在排球馆被你的队友欺负了。啊，